即係幫你揾到個 property， 收到鎖匙 ，arrange 同你裝修，揾租客，同埋manage 個 property。咁我哋邊度 unique 咧？就係呢個過程咧，就係全部係我哋公司做，就唔係話。好像有些投資者跟我說他們的 experience 有些 frustration， 有些是就是梳沙，如果當我是梳沙，那我幫你找到個 property， 我幫你看樓了，幫你 analyze 了，你買了，欸，John 你可不可以跟我裝修啊？裝修？哦，我好啊，得啊，我介紹啊，這個鬼佬叫 Peter， Peter 跟你裝修，有什麼事你跟 Peter 傾，或者我幫一幫一下，做一下 translation 啦。哦 ，OK，Peter 做完裝修啦，佢個 team 做完裝修啦，咁咧，出租啊，哦，出租我又介紹阿 Mary 啦，阿 Mary 又同阿 Mary 傾啦，有乜事我幫你幫補下啦，呢啲就 typical 嘅 service from 嗰啲 source， 我哋咧就唔係啦 ，single point of contact 呢樣嘢咧係比較 unique， 同埋咧我係可以俾埋mortgage advice， 我只不過咧。選擇而家唔會自己做，因為個 workload 太多，我會 partner with 另外一間公司。不過我係本身係一個 mortgage advisor 嚟嘅，我係考咗啲試嘅 CMAP 啊嗰啲咁嘅嘢，咁係可以俾啲真實嘅mortgage 嘅 advice 你哋嘅。OK， 嗱 ，thank you 啦，你如果你有咩問題想問我？我的 email 是 john@johnman.net， 或者你 WhatsApp 我 ，OK， 下一個 video 再見 ，thank you。